南山张公能指挥和徐静公稍离指挥，在今天下午4:55由汉城转移归来。南山队在汉城的战绩是5胜3负，徐静队是4胜4负，两队的优异表现获得了韩国篮球界一致和华侨们的热烈赞赏。尤其使得韩国篮坛表示震惊的是，南山队击败了韩国中学组的冠军台彩队，赢得了17分。他们认为，中国下一代的篮球水准实力坚强是不可以忽视的。